来自东石乡的消息，选前新人各出奇招，面对艰困的选情，除了一般传统的拜票之外，被民进党征召为东石乡长参选人的郭丁雅，在看板顶端做出有别传统选举无同的风格，挂出唔通郭丁雅的看板，吸引东石的民众眼光。东石乡长参选人郭丁雅表示，近期陆续拜访真侪乡亲，真侪民众拢讲对手真有实力，真正真强，叫伊唔通啦，这是无可能的任务，所以伊也听进乡亲的建议，都用无可能的任务为主轴，用唔通郭丁雅作为这次伊的看板，伊也希望乡亲会当给伊一届机会，努力拼看卖。这届参选东石乡长，有到处的时拜访咱的乡亲。乡亲拢甲我讲，对方的实力真强，伊的时阵哦，真有实力，你唔通啦，伊的时阵，迄是无可能的，所以讲咱的看板的时阵，导转的时阵，用这个乡亲的意见，乡亲的意见我有听入去，咱就用怎用不可能的任务，唔通柯登雅，互我的时阵吼，希望乡亲互我一个机会。郭丁雅指出，在乡亲的建议和团队的讨论当中，参考国际巨星汤姆克鲁斯的名，和那个电影《无可能的任务》作为发想，用台语“唔通”作为看板的名称。这个创意受到真侪民众的关注，伊也强调未来还有一系列的文宣要推出，请民众会当期待一下，希望拍出一张无同款的选择，努力拼看卖。最新新闻，钟来成、东石乡采访报道。我们从四星到五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嘉义的进步，看到了嘉义县民对我们的肯定。八大面向的平均满意度还是全台第一名，这代表你的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最近我到外面去走，自从远见给我们五星县长以后啊，我们的县民说他们也是五星的县民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疗愈、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那我们即将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肯定跟希望，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那这一次实际上我最高兴的还是一个八大面向全国平均第一哦，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团队那这三年来的累积受到大家的肯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嘉义的整个龙光大学的格局也在往前发展，我们希望乘着这一股气势，我们嘉义可以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来努力，也希望大家慢慢的把注意力也可以注意到一个从来你们不会注意到的一个穷的农业县叫嘉义县。谢谢大家，谢谢。